못을 개설치오. 我 不做给， 我提醒你， 你别忘记啊。 虽然我现在跟你温暖无喘， 不过四伟你爸爸 跟我兄弟情况知啊， 四伟还有蒙子英赶快叫我一声啊， 那他们的事， 就是我的事。 是我的同志，恭维啊！声音行人啊，我有想法。不过恁爸要死之前，甲你甲我请，特别甲我交代。 我绝对袂当让你行夜路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甲伊放下不管。啊，那孟子，你也袂承认，如果是我家己查某囝，免哪管，爸负责。杜光亮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家己也无清楚。 今仔日只要有我伫个，恁两个莫想要抗议。你是不是你讲什么笑话？这，我警告你，我较早是看恁爸面子上，你理论你啊，你若是搁起脚动手，我今仔日让你吃一顿粗饱，教甲你乖。你要搞搞，你无迄个资格，若是让你找头做歹。 蒙这个事有一点路行路偏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将伊两个带到回去。你若是有才调，做你试看卖。你敢知你的大主大爷？ 我还当甲你告，你上台关呢。既然你即马还阁甲这两个囡仔当作是家己事实啊，你就爱再紧张。好啊，只要这两个囡仔家己愿意对你回去，那呢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。 梁宏志，许正伟，讲话啊！是安怎唔讲话？敢讲恁两个真正要甲家己前途毁掉先？我已经予人勒令退学啊，是阁会当安怎？林宏志，我还阁找一间学校，予恁甲高中读煞，煞来，恁阁读大学，较乖。 你别来等。启北，即个拄则嘛讲，会替阮找一间更加好的学校。就算讲伫即个遮，阮嘛是会使甲高中读好毕业。无啊，徐世伟，你即个是咧讲啥？你即个。 爸，这个你让我家己决定好不好？我相信杜君阿姐袂甲阮带歹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做予你看。陈长顺。 你这孙啊，好胆甲阮创空，都莫做出头乌龟。啊，搁有一个阿伯，迄个长胜阿姐，真正足厉害诶，真正是画技会坚达。
连政府官员都话会叮当呢。嗯，谁叫那些东西叫你摇摆？现在吃到甜了吼，知影摇摆无落屁股。又果是你，你敢是人啊？想出来都派到这款的程度啊！陷害校长这款代志嘛做会出来，我唔知更小心。你是凭啥物给阮拍？就算你是校长夫人，你嘛无资格对阮动手。搁再讲，你即马啥物拢唔是呢？你陷害我翁婿，我都有资格拍你。小查某，你是欠拍、喔。你敢拍我？你是谁啊？凭啥物管阮的营养素？搞放手啦！见义勇为，你是唔捌听过哦、喔？我讲放手，给你放手，你听有无哦？哦，李元素，这么大来创啥啦？表嫂，你讲代志，你是子彤，我无代志。你看，只个迄两个细汉，才徛伫遐讲几句话话，伊就敢那插头徛伫遐，互人侮辱，我著看伊变哪笑。无唔对，上课伊害咱遮尔狼狈，咱就要加倍奉还。哎，搁在直播呢，水哦。稍等下吼，互恁看精彩的画面 ，special 啊，安怎？来，你给我放开！你两个啊，刚头被你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送什么查某囡仔？手机还来啊？手机还来？快走！你是啊？安怎？你不是警察？干嘛？你怎么干？林奶奶当胖狗？你别再鬼了。那是哥知影是咱老人的，伊一定会甲咱教死的。先看状况再去讲。你干啥？拄像迄个查某讲，佫是伊的男朋友。一定是迄个阿姨倒台，够袂见笑的。无甲收你一个哪会？咱来斗相共，行。原来这两个屁孩就是给凯宏偷听的小弟和小妹。你两个真牛啊！为何让人挂出来偷听做的代志？什么代志？老人来欺负人心？无啦哥，啊是迄个查某上来搞阮修理，阮才想要给伊一挂教训尔。你两个拢已经看到我出现啊！搁又在主管内下手咧乌白来。我恁即摆是安那？你的目睭拢无我接受够外心？是哥，你是伊的男朋友啊！伊的身躯互遮尔济人看过，搁啥有想要甲你倒贴？伊根本就配你袂起啦！廖芳子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家己嘛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来讲出这款话啊？你来一点仔同理心都无啊？哦哥，啊廖芳子嘛是为了你好啊！你去讲。水洗在别人身躯顶，无再条管啊！而且，因阁是你的小弟小妹，若是为着我拍歹感情，安尼就歹势啊！洗出去啊！子龙，是你啊，子龙。甲恁两个人是交管好势，后摆阁我看到恁欺负我的女朋友，我袂再用干那个帮恁做。
两个笨手，创电话就准多耍，哪会当安尼出奥博给你糟蹋啦？哎，林子彤，你是一个真有气质的查埔囡仔嘞，讲话袂当这样吵咯。你嘛真戆嘞，手机啊歹去，搁买就有啊，敢有你身体来得重要？你讲真正无安怎？放心，你莫烦恼，我真正无安怎。是讲是卖，你即卖头上变啊真蓬松、真滑顺嘞。李雄雄公子迄句恁爸对美华阿姨讲的经典口头禅，是卖。原本哦，我看你。满眼都是粉红色爱心，啊！不过我拄只哦，雄雄敢那看到恁爸同款。其实我嘛唔知影，我乃雄讲出这句话。不过我即马总算了体会，阮爸甲碧华的讲心爱这三个字的意义。这就亲像我对你的感觉同款。我真正是完全想袂到，当初我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，竟然会变成我今卖欧巴。我就是惊你安尼想，所以你答辩开直播的时阵，我拢一定调调。那是结果你看，也是发生代志啊。其实我早就想过啊。我若是想要过较早迄种生活，竟然拼命拄着即款的问题，我总是爱想办法克服啊。只是想袂到真正拄着啊，煞卡软手软，袂停袂动。不要紧，咱卖着急，偷偷来。啊，不过我一看到你哦，我就足有勇气的啊。我要相信哦，我一定会一届比一届更卡认真，最后总有一天一定会把这个恶梦哦害掉的。子彤，但是今天你讲出这样歹听的话来伤害你的人，竟然是我自己的弟弟妹妹，今天就是嘞。你无需要甲我讲实嘞，我干那需要知影你对我的心意，安尼就有够啊。迄就是我最好的保护伞。